对于每个人而言，我们的粮食都讲述了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始于农业，涉及我们的行动，对粮食旅程每一个环节的影响。我们只有一个地球，我们共处于同一个体系内，我们需要恢复与自然的联系，团结协作，让我们重新书写粮食的故事，行动造就未来。